是说爱那气味，仿佛的自己再也不曾明媚。好，为谁？好，为身边那个错位。习惯我一个就要无需可怜，爱只是把我假装看见。好，爱谁？好，为好，是机会。身边那个所谓路人甲、路人乙、玫瑰，混乱的你的审美，何干那些虚伪？咱的易虎先生新歌来迎进入咱家的会场喽！现场的好朋友来给咱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非常热闹，我们南巡北狩的大好日子，恭迎咱的新粉嘉义的易虎先生南巡北狩，以及我们嘉义庙驾前护驾官贤台九龙宫庆赞我们今天所有的舞台节目，非常的感谢，那欢迎咱家先。同我所有的好朋友，阿哥所有咱家的镜头，来加咱的加油，加咱赞助，爱咪时刻非常努力的光彩，把地球咱的薪资会当加咱保庇，保庇我们可以国泰民安。好的，那今天呢？好的，那今天呢？这个现场呢 ？OK， 没问题。那现场有非常非常多咱的镜头。来噶，咱的点头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倒泪。来，咱们庆赛，咱今仔日南巡北狩大好日子，非常热闹的气氛以及光彩，欢迎大家！大家好，辛苦了，大家辛苦了，非常非常的感谢哦，感谢我们现场的，尤其呢，到了前一阵子，前一阵子呢。前一阵子这么严重的武汉肺炎，嗨，小朋友你们好，辛苦了。听讲这今天有无按组炸谁家啊？啊哥，哦歌手来了是不是？好好没问题。好的，那今天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啦，可以呢有这个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我们今天的这场盛会，参与我们今天的这场盛。稍微有比较凉爽一点了，可是呢，在这晚间时刻呢，这样子呢，其实呢也是很辛苦，所以大家记得要补充水分一下，辛苦大家，一起来带吧。恭喜你的国品好，非常欢迎，欢迎欢迎，谢谢。欢迎来到咱的金海幽灵中，咱们做起来三百，非常的感谢，谢谢。好的，也欢迎常常欢迎咱走秀，我们的咱的品好，就完咱的。非常的欢迎哦，那大家也欢迎会拿起手机来录屏，这是我们台湾的传统就是非常的文化，那这次要做的活动就是南巡北狩，那既然是台湾的传统文化，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让它继续的流传下去，所以呢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在活动里面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了。
起来分享。好了，安排这首呢，我想听张作天在一段的《月光都好》，来有请我们的美女歌手，谢谢秋月风。想要背钢管，可是我爬不上去嘛，我只有选择那个从上面掉下来的。你下次可以拿那个楼梯有没有？放在钢管旁边。哎，直接溜了，哎呀，对吧？我刚刚我嘛无啥敢嘞，不太敢嘞，无啥敢，因为我刚刚我先怕有惧高症。啊，那你为什么要去高空弹跳？所以你看我的勇气有偌大，你看我鼓起偌大勇气去高空弹跳。没关系啊，体验的。以前我还讲些高空弹跳伊做干的哦，啊呐，用做干，不是用做干的，不是。他高空弹跳你敢知偌恐怖？因为伊有无伊买票，他那个票总是爱尝试一下啊，所以伊迄做干的哦，伊买票伫咧第一楼，你就要先买票，买票买好你较起哩。
起立了，嘿，他起立，然后起立是先让你起立上顶楼跳，伊是搁有一个玻璃的步道，哎，就是下骹的全部都是透明的哦，然后你就要踩上去走那个透明步道，然后下骹跨落去，无底深渊。啊，那你适应一下，你看我那个走道那样子，然后我刚踏上那个走道，我的体会啊，我的开心，做几下，再拜个起立啊，加好拜。为了让贝姐不要再继续走了、啊，对，不是，我就走路变成这样，因为我在走，我都惊，然后一个没当配置，你就是知影讲你去领料绝对会翻过，那就不要钱了，别猜啦，生命不要钱，洗你领爸爸，哪个阿爸爸是爱头印在头皮上啊、哦，然后来在行了后，干嘛心中准备无力量来，结果就上去，他会穿那个装备，对啊，夜轻风轻、哦，然后轻轻的无，一个人给你打工，你爱冲啊冲啊冲啊，然后一个 Q 宝，一直在塔无，一个塔，伊就是有一个铁，好像铁楼梯，铁楼梯一些延伸出去，啊，你爱徛伫遮，徛伫遮，最前端嘛、啊，对，就是那个最前端，然后手爱开开，爱安在跳无，送。送的啊！你看咱心中今天跳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又重生的？没有，我当下我真的心脏骤停，重生了，是吗？丢起来我都不起来，哇，好猛哎！至少没有体验过啊，很恐怖。可是我觉得我不会的，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不会，有体验过，对，我刚刚其实有很痛苦，不过没有。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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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物最相思。不同针啊，同同同字，哪一个针啊？草芹针啊，草芹，草秦始皇的芹，草芹针。哦，那个针哦，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针不太好写。不会啊，对吗？哎妈，你写惯习啊？哎，上一天那开始学写字的，你知无？你笔画哪伤济无？你爸爸妈妈还是来囡仔咧聊无？除了笔画伤济，还是伤歹写无？那个都会写到在那哭，你知道吗？为什么哭？因为很难写，写不好啊，写不好会被念啊。哦，他一直练习啊，全忘的习啊。你看我，你看我那个结，我拍下来后啊，我直接结。我是女字旁，我那个结下面会好呢，现在就拍下来。我给他标几位。好，来第三首歌啊，那像你电影，第三首歌写错了，来，我们马上的更改一下呢歌曲的名单。现场边观赏，或是在我们的舞台的旁边这边呢，让我们的阵头呢可以顺利的经过。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哦。是啊，你花太好了呗。我写唔着后背。哦，你写唔着后背了。好，安尼咱继续来唱歌好。啊，谢谢。你听上面歌曲。对，成功。谢谢，那就首先今天的成功。哪有？因为你本来就骨架小，你不好不然他生气啊。
所以马上四公斤没感觉，我只要胖一公斤就很明显了。所以我我们在说减肥的事情，就有哥哥弟弟要搞假 N 强，那你帮丢 N 强喝假了，喂，你假过老婆啊？然后我假 N 强，我你要讲减肥的代志。